Andy，吃饭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黑洞妈妈，她家务活零分。他不会算数，100克番茄，150克，50克土豆，100克肉末。语文成绩也不好。勺盐，汤勺还是？还很容易放弃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还是吃三明治吧。最过分的是，他居然分不清奥特曼和蜘蛛侠。奥特曼。还不承认错误啊？这奥特曼换的衣服不就这样子的吗？奥特曼不会穿衣服的。啊，他的超能力是静音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但他不会离我很远。我有一个黑洞妈妈，她会继续轰炸厨房。我会继续跟她唱反调。我不喜欢吃这种三明治，但是其实味道还不错。虽然它很麻烦，但我是它的奥特曼。奥特曼和蜘蛛侠的区别是什么？我知道他很爱我。你知道吗？黑洞可以穿越时光，隐藏着全宇宙最大的能量，就像我的妈妈。